二十多个年头，庄焕章和太太总是起个大早，风风火火的忙碌，挑米、洗米、泡米、磨浆，这是做萝卜糕的前奏曲。柴烧萝卜糕是他走过失业危机重生的希望。我53岁就出外面去学徒啊、雕刻啊，48岁才回来这里，也30几年了，出去30几年才回来了。离乡游子回来学着做这流传几代人的古早味，为了风味和口感，他们不用省成本的米粉，西螺再来米要泡得漂亮饱满才能碾成浆。柴烧的东西啊，他们蒸，每个人都会蒸啊，蒸起来了一切就知道那个萝卜糕好吃不好吃。接下来的动作很重要，水量决定粘稠度，控制不好萝卜糕煎起来不是太水就是太硬。庄焕章现在的驾轻就熟全凭时间经验换来的。而另一头，太太曾昭华正在切萝卜刨丝，每回入冬到过年前就是庄家人最忙碌的时刻。那菜贵，量已经定落去啊，你一定爱做出来啊！我较早两阿婆，我甲你讲，迄阵啊，当咧拼时，两阿婆找20床啊，两个尔啦，佫爱下菜头，佫爱创啥，拼20床呢。那是夫妻俩最低潮辛苦的日子。20多年前，原本在做佛像雕刻的庄焕章，生意受到大陆低价影响，眼看就要饭碗不保。几乎台湾的那个老师傅都没有工作了，进口了，大家都每个师傅都该倒了。收了店面，庄焕章也被迫另找出路，但能做什么呢？一家人生活陷入困境，真的会非常不好的不好，要一餐没有一餐，可以这样讲。因为本来我们小孩子就有4个了，小孩子就多，本来生活就比较没有那么好，加上一下没有工作，你就差很多。回家吧，为了孩子，夫妻俩回到新竹山里的老家，向老妈妈拜师，学习祖传好几代的古早味萝卜糕。回来的时候，我妈妈说，跟我老婆说，你卖萝卜糕，卖看看。我们就蒸一笼子啊，蒸一笼在那个，在路下，在大陆的这里卖啊。哎呦，第一笼就卖完了。那给了他很大信心，从一笼开始慢慢增加，才有如今10个大灶火力全开的景象。从早上开始一直做到晚上才会好，要到明天才会凉才可以卖。柴烧工作灰头土脸，烟熏呛人，即便年过70，庄焕章还是一马当先，很有拼劲。为了活下去，他们拼了命的接单，大灶一烧就是一整天。我跟你说啦，你外口那阵啊35度，才开了偌济啊了，反正60-70度，你干那行呢，你就站袂住啦。不像现在儿女孙子都回来帮忙，当时就夫妻两人日夜操劳。这个一个脸盆，我就是做一笼的萝卜糕。上百斤的萝卜要一个个人工削皮，那又是个大工程，只能晚上挑灯夜战赶工。像有这样有一点黑黑，有没有？都全部要削掉。我们做出来那个萝卜糕才会漂亮。这一关就要把手好了，因为我们萝卜糕整个做起来都是白的，所以你有一点黑都看得到。冬夜山上有时只有3度，用山泉水洗萝卜手会冻伤，削皮会削到手软，全身酸痛。为了撑家计，曾昭华不敢偷懒，直到有天病倒。就有一天晚上，阿嬷就是心脏就不好，
然后突然就送医院，医生就检查出来心脏好像多一条血管吧，就是会导致他心跳会变很高。医生说你这个一定要烧急诊两次吧，他说不见得每一次让你救起来了。一直以来他都是先生的重要支柱，放心不下的曾昭华一度拒绝治疗。我就本来不想去做，然后我老公就说跟小孩子讲啊，未来我不去做，跟小孩子讲，小孩子压着我去做。鬼门关前走了一回，曾昭华身体已经大不如前，蒸萝卜糕要时时添柴固火候，还要上下换蒸笼，都是体力活。我现在搬不动了，久没有搬都搬不动，加上去差不多80斤哎。幸好几年前刚退伍的外孙庄玉栋回家了，要帮外公外婆扛起家业。从我阿昼那一代就开始在做，对啊，传到我这一代第四、第五代了，对啊，总要让它流传下去，不然以后谁吃得到这种东西？孙子回来帮忙，外公很欣慰，一次次的用行动告诉他，要做出美味的柴烧萝卜糕，就不能怕麻烦。你要随时看它的火够不够，你要怕它没水，对啊。如果在交换的时候，你要把水擦干净。那如果没有擦干净，那可能后面结束之后，放到隔天它就会粘稠，对，就坏掉坏掉。老一辈的韧性是风雨中长出来的，年轻贪玩的灵魂哪能受得了在呛人流泪的酷热环境里每天消磨心智？就是累吧，刚好遇到做过年的时候，因为那真的没有人手帮忙啊，每天睡可能就睡几个小时，那一定受不了啊，就跑啊。逃到山下，庄玉栋辗转做过几份工作，木工、刺青师傅，也卖过车，就是没想过回家。哎，那阵啊是讲啊，你厝诶，就啊，我都啊徛着走，你讲嘛会去啊，每个人嘛会啊，就会骂啊，为什么不在家里帮忙啊，要跑出去外面做啊，领的薪水又那么少。但家里是真的需要帮忙，外公外婆在热气蒸腾的锅边挥汗工作的场景，还是让庄玉栋放不下心。折腾了一圈，最后还是选择回家。也是阿公阿嬷年纪大啊，我小时候也是他们带大啊，也是要回来帮忙啊，不然你现在找外人做，人家也不要做啊，不如自己做。这在他也成了人父，有了一个可爱女儿之后，才更能理解持家的不容易，他得学着承担。来，帮忙抬过去，他自己要一边看一边学啦，就是做东西，什么东西都是一样，都要靠经验，靠累积做出来的东西啦。他试着理解外公外婆坚持留下来的老规矩，像是不能用瓦斯取代柴火吗？木材的火比较软，它蒸起来的那个Q 度什么都不一样。瓦斯的火是很刚强，你开的后呼呼叫。不一样了，所以宁可辛苦一点，柴火不够就去附近山里捡，再回来一根根整理。还有很多啊，就学不完啊，真的学不完，因为一定会想要把它越做越好，就是要做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，不然大家外面都做一样的，你跟人家做又没什么竞争力。现在的庄玉栋要扎好马步，重新理解这份家业带给他的意义。要传承的不只是技术，还有阿公的勤奋精神。像今嘛寒天，工课较济嘛，伊就较无，较无出去，就暗时啊较早困，早时啊起来转困。伊的工课伊拢会去用好安尼啦。养父去都蛮认真的啦，讲实在的啦。我看在眼里啦，我看你目睭，我讲会啦，有认真在做，安就好啊。一块萝卜糕是一家人挥汗工作六小时，柴火不间断才成就的美味。本来萝卜糕食起，比别人啊较 Q 啦。来烧萝卜糕。
最后才能小心翼翼地再下山，在北埔老街小摊子叫卖。起初没人知道这一块看似平凡的萝卜糕，其实制成并不简单。生意不好的时候，他们却也不灰心。咱卖不完，哦啊，中生活啊，咱再来叫过年，遐个款的吼，老人甲囡啊，哦，伊食了菜粿，讲欢喜个，欢喜个时阵，咱是讲咱就有当咧加炊两声啊，哦。给吹两声啊，来载载来好一点。我一看，我说：“哦，老板，萝卜糕就来了。”我嘿嘿叫，咱就欢喜啊哩。那就是成就感了吧。二十多年过去，他们仍然坚守古法，按部就班柴烧磨米做糕，一家人用勤劳守住这单纯的幸福滋味。